看这个天降会不会太帅了？天降是蛮帅的，我自己觉得啦。再一次啊！天降啊！我的干得好的，绝对干死你娘嘞！啊！哎，一开始就上岸，再给东西冲啊！早就楼，实在是干说不过去啊！干得好，你这强化猪敢不假尿尿，存在能量，是不要假赛哦？赛两颗是玩屁啊！竟然没有发现这是致命性的错误。别狐狸参考我的啦，不要乱讲话啦！哎呀，这参考我的啦，干才更新啊！啊，下次记得进场的时候看一下，没关系。看那木珠是坏掉了啊，完全没木珠是不是？好，我们再试看到底我这哈萨木珠到底有多少。两颗啊，真笑就丢啊，还是两颗，看七大石英一定把你弄进去，你最好再给我两颗哦。很细啊，两颗，因为我这边不会卡住心会被结冰的问题，那尾王八龙转七康不是问题，连我都可以转的啦，你们应该是没问题的。来，哎呀，可惜，再一次。过来，我是故意转少康的。好了好了 ，K。哎、欸，刚没有七康宝。啊！我故意转少康的。啊！我死掉了。哦。来吧，六倍小界王交给你们比试级。有七康宝吗？好像没有哎、欸，怎么办？一二四，啊这边啊不行，这边啊靠背 ，Oh my gosh！
重，我靠背啊！哦，等一下，这个不是故意的，吓死我！25秒六七不简单，真的不简单。我就最后犹豫了，干得啊！哦哦，痛啊！我心痛！哦，我要吃一颗石头了！哦，欸、有机会，有机会！接下来最后这回才是关键，要等天，要看天降给不给。来咯，我来咯。转珠中的变化根本不是在转珠，好像是被老马上身，整个人都融在转珠里面，那股马力几乎让人窒息。干，又出锤了，又出锤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请记得右下角按个订阅，右下角按个喜欢，订阅旁边的铃铛按下去，随时可以收到最新的消息。我是平民百姓，记得分享给你旁边。